回大清台湾星光大道，魔鬼藏在细节里。马总统要求定出的黑白两道的互动规范，真的能够让警纪比较好吗？大佬，我是比较乐观了，我觉得哈，有用，总比没有好。哦，那我下面也是要讲给苏俊明听的。哦，大龙公哦，大龙公这个政务哦，没落用啦，不能干啦，哦，没人没内啦，啊，没有效率啦。现在名气可用啊，啊，你怎么还是这样呢？你做假嘛，把紧做老的。做完以后有声有色，吼、哦，哎，外公阿伯喜欢，吼、哦，所以雷厉风行一定要，而且不能只是很短一段时间，要多长？但是回到这个划线，我认为这个哈，当然有人会说这个很幼稚啊、哦，会化暗为明啊，会明为暗啊，会怎么样啊？但是我觉得总比试试看嘛，无效再改进嘛，哦，但是我有两个小建议啦，好，我们先进一下广告，再回来听。